我是阿拉萨马来西亚的。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很高兴Angie 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见证。首先我也是很感谢Mr. George、Gigi 他们来到阿拉萨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胎和池水。开始呢我是我觉得是刚刚Gigi 来的时候呢来介绍这个水仪呢，我就觉得这个是又是一个水机，所以我开始也是不大接受啦。但是过后听他们分享了之后呢就知道说这个不是水机，这个是一个水仪是共振这个水的。Then 就是在这个介绍我的这个立项就鼓励我，但是我开始呢我还是没有说马上确定要拿这个水仪是我的上线，我很感谢他这个立项，他就很鼓励我。 Then 他就说你还没有确定，不然我先借你用啦，我周末我回去槟城的时候，那么我就借给你，然后你就去供整这个水给你的亲戚啦朋友啊，然后给他们试试这个水。所以他说因为你我知道你是很喜欢帮助人的，所以你群力去送水给你的朋友他们啦，所以我就说 OK 啦。因为我又觉得很好奇，所以我又想到我要知道更多这个水，然后我要收拾一些的回应看其他人喝了有什么反应所以我就答应了他，他就借给我，然后我就很勤力去弄水给我的亲戚我的朋友他们尤其是他们的身体有一些状况的。可是我就越送就越开心因为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好的反应，所以又看到他们身体有的改善了，有的真的他们的病情真的好转。还有一个呢是我很兴奋的是我的一个学生我本身呢我也是一个差不多退休人士了，然后我是在家做一些补习，所以我的一个学生有一天我发现他他身上有这个牛皮癣蛮严重，就看他有时候他就在那边爬爬爬，所以我就很奇怪。所以过后呢他母亲来的时候我问他他到底什么他的身体这样有这样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牛皮癣是怎样的，所以他就告诉我这是牛皮癣，他说有看医生吃很多药了还是没有什么改善啦。所以我就我弄这个水给你，你拿回去给他喝，然后你给他喷一直喷。那我也一直交代这个学生你要勤力喝水然后你要喷多多水你会好的所以奇迹就出现了。过了两三个星期哇有一天我就看给我看看你的背一下。Then, 哇真的他的后面牛皮癣好到连那个他的伤口他的 scars 全部都没有去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这个水蛮神奇的咯。所以这样子使我更有更勤力送水给人家。现在我就分享一下我过后当我的上线立项他鼓励我你应该拥有一台这个水仪了。Then 我说 OK 咯，我就答应他，我就拿了一台。当我开始喝的时候呢，第一件我的反应是 detox， 我觉得他在为我排毒，上大号的时候这些都有不同。Then 过后呢，我就过了一个星期就来时，我会感觉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但是我也是勤力喝啦，我喝了之后
过了一阵子他就没有去了。但是第三呢，第三的那个现象呢就来，哇，因为我本身呢从小我都是有胃痛的问题和这个扁头痛。说、so, 可是呢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朋友介绍一些保健品，我吃了之后呢，我就从来这些的问题。但是后来左牙应该是差不多星期，为什么紧接着我的胃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还是继续的喝啦，喝了之后过后我就好起了，我的胃的问题也是好了。连过来接下来呢，哇，又再来一轮呢，这个我们说好转反应啊，我就突然间觉得我整个嘴巴，有一天我醒了的时候，因为什么，我好像我嘴巴痛到好像有凹色这样，可是我照看镜子没有啊，没有看到真正有凹色出来，可是我整个嘴巴痛哦，一天又一天越来越痛，痛到连我的喉咙那边啊都很痛。但我正常的现象嘛，人我们就会 you know 胡思乱想。但有一天刚刚好我就去进一个 Zoom 啊，当我们有这个 Zoom 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人他就问说，哎，为什么我喝了这个水啊，我感觉好像我整个嘴巴好像吐凹色这样。So then 我就听到这个甘波博士呢就叫他看那个好转反应的那个 list， 说、so, 哦，看到哦，原来是说曾经有吃过很多西药的人呢会有这样的然后调转好转反应。所、so, 以我看了 OK 了，我就心想 OK 了，我再等几天呢、啊、然后我就勤力的喝水，然后我又拿来 gargle， 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也一直在 gargle 这个水啊。 Thank God that 过了差不多六天啊， then 那天早上我醒起来的时候，哎，我突然间觉得哇，我整个嘴巴的痛啊，我的红痛啊也就这样啊，好到完 you know? 啊，我真的很感恩啊，我能接触到这个水。但过后因为我一直送水嘛，所以我就一直啊拿到很多很多很好的这个回应，而且呢一个个都有的呢都会说，哎呀，这个水真的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you know? 所以很感恩我们能接触到这个水。然后我有一个这个下线啊，他本身他有也是身体也是有很多的状况啦，然后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啦，他的风湿关节啦 you know? 很严重的啦。哇，那天他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他很兴奋啊，兴奋到他自己出来分享啊。他说哇，他喝的时候，我介绍他这个水的时候呢，他喝了他就有觉得那个反应，但过了他又在说，来，你再给我多一点水，我要喝。然后他又来拿了，他喝了，开始他静静，他没有告诉我You know, 任何状况。 Then 哇，他越喝哇，他整个这个关节啊很痛，痛到很痛。他就跟他的先生说，他先生说，哈，好啊，你吃了只是喝水吗？就有这么多的这个反应，你吃了这么多保健品啊，你都没有说有什么样的反应，反而你喝水罢了，这么简单都有这么大的反应。他说你继续喝，继续喝。他的先生就鼓励他，就这样，然后他就喝了，过了两三次，他来拿水了 ，then 他就又做了很多他自己啊，因为他们这些都是 educated 的人，说他自己也上网去查，他又去问他的亲戚、他的朋友 ，Penang 的、KL 的，问到新加坡的亲戚朋友去，到后来他自己。告诉我，他说：“哎，我看，我要，我决定，我自己要买一台，
you know, 所以这个朋友呢，他很勤力的，他很爱上我们的水， you know, 好，他去到哪里呢，他都 很兴奋的跟人家讲说这个水那么那么的好。所以呢，他喝到他的、糖尿病改善了，他的高血压呢也变成很正常，还有他最高兴的就是他的风湿关节，他风湿关节到很严重，他是有吃药的，但是今天呢他都不吃了那个风湿关节的药，他说他整个身体的那些关节痛啊全部都好了。他说他痛的时候，他连一张纸啊，他要拿一张纸他都感觉痛，他要驾车啊，那个 steering wheel 啊，他要抓那 steering wheel 他的手都痛，要上大号要 去那个 toilet bowl 要抓都痛，你想看那么那么的痛苦。但是今天呢、他是那么那么的兴奋，他说他只是喝水都能帮助到他这么大 的这个改变，所以他真的很高兴。还有呢，他也很兴奋，他只是喝水罢了， you know? 他说他是、80多 kg 的人，可是呢今天他已经、减了 10多个kg 14个 kg， 所以他说你看我只是喝水。然后我的其他朋友就很好奇，他说是吗，只是喝水罢了吗， 你没有去减肥啊，你有没有 diet 啊，这些。他说没有，我没有 diet， 我很喜欢吃东西的。是的，我的这个朋友呢他很 enjoy food 的。So thank God 他现在今天呢他喝到他很高兴，而且呢越来越健康。所以他去到哪里他都在跟朋友分享。所以我现在呢我这里我的、几个朋友啊，还有一个呢他就是听到他的见证，然后呢他也来跟我拿了水，拿了水他喝只是喝一桶罢了，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敏感啊都已经有改善，然后他先生呢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都已经改善了，所以很多很多的奇迹啊， you know? 所以我们这边呢都是很兴奋的，我们很兴奋啊，天天 都在送水，所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所以他们来呢我都供诊给他们水，只是有一些身体、比较严重的啊， you know, 好像那些中风的啦，那些、已经才治疗的呢，然后家里有老人啊说不方便呢，那个呢那些我就会去到他们的家去送水给他们，所以很感恩，很感恩我们能啊、有这个 Mr. George、把这么好的这个供诊水的仪器带进马来西亚，使到我们马来西亚人真的很受惠、一个个都喝到很健康。谢谢你 讲得太好了，谢谢你 Hello, 太好了，真的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所以你看帮的人越多、你受得到的福越多、最后一个、我很兴奋好来，是因为我因为我去送水给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很不幸的他们的家人也中了 COVID。 Risa 你的 network 有问题，所以、我 一口我就答应了、可以听到吗？可以可以，现在可以有吗？有，所以、我没有想到我就一口气就答应了，所以、我回来了之后我供诊了水，我想哎呦我要去他的家、去到他的家去送水，我想到哎呦 I better 弄更多桶的水给他，所以我就一口气弄了六桶 的水 5L 的我送去给他，所以我只是用 WhatsApp 给他，然后他们也没有出来，他只是叫我你放在那个 gate 的外面我们自己出来拿，所以就这样我只是送了两次给他。Then, 第二次呢他就告诉我哇他的 COVID 已经好了，医生说他好了。所以他第三次呢第三个星期呢他说你不用来送，因为我可以去做工了，医生说 我可以去上班了。所以他说我过来你家拿。
说他来拿的罢了，他就说，哎，我们家这样多的人都很需要喝这个水，这个水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改善了他自己也是有便秘的问题。说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长期喝下去这个水，所以他自己就建议说，就问我，哦，我要去哪里可以订购到这个水仪呢？哦，就这样，他就马上订了一台的水仪拿回去。说到今天，他也是很高兴，真的感谢这个水啊，我们的这个太和池水，谢谢谢谢。嗯，